才差1度就40度了，你身体可真好。嗯，把药喝了。嗯，不用，你陪我睡觉，我明天就好了。这药太苦了，我不想喝。没想到堂堂的陆大总裁还怕苦呀？嗯，哪里苦啊？不。 如果这样的话就很甜。你别闹，还生病呢。躺好，赶紧睡觉。啊，我不想让你睡地上，又冷又硬的。没事儿，我不怕。你是嫌弃我吗？啊，我一个生病的人，都没有人陪，你说怎么办？别跟我撒娇。 撒娇没用啊！躺。哦。你不是说地上冷吗？ 把你冷，来给你暖暖。